我是207神哥，也是支持卢秀燕的卢粉207求神。那我今天要来台南夜游，而且是圣诞嘉年华会的台南游。那我今天的行程就是要挑战街头篮球机，然后去看圣诞树，挑战 AI 投篮机和台南小西门下雪等等这四个景点。本来要去安平老街，可是因为时间的有限，所以我们就定了这四个行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挑战看看他可以多少分。现在来到了这里，看到原住民的圣诞树了，很小的，这是小的圣诞树，有没有？好亮好亮。哇，好漂亮哦。
耶、白原之名的圣诞树就是这一些而已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这舞台，哇，圣诞树还蛮亮的。今天就是我的207球神卢秀燕的小粉丝来台南圣诞夜游，耶、好，这里就是原住民文化会馆。耶，嗨，好了，已经逛完了，现在已经来到了台南小西门，我要等着台南小西门下雪咯，呼呼。还有剩下三分钟就要下雪了。好的，对不起。这里好像有转蛋的车车，那这里很漂亮，小小圣诞树，哇哦！那现在我就要进去了，耶、yeah!！哇哦，好美哦！很足。打一台龟山大，好了，我太丑了。耶、yeah ！哇，里面真的很蛮漂亮的，圣诞夜晚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漂亮。这是北极熊，啊，这一只是企鹅。哇，这里还有糖果，非常好看。哇，哦，下雪了，呼，下雪了，哇，下雪了，下雪了，呼，彩虹马，耶，下雪了，快点去过一下，呼，呼。下雪了，下雪了，哇，身上的泡沫，耶、下雪了，下雪了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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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雪了。耶、yeah! yeah! ！这身上的泡沫哎、欸！这、yeah! 下雪了，真好。它、啊、这里是星光三月的一个喷泉，我要走进去了，耶、yeah! ！哎、欸，刚刚好爽哦！下雪真的蛮愉快的。哦哦哦哦哦，差点好险！干嘛要挑战 AI 投篮机五颗球，三分钟三关，挑战看看看可以多少分？
716，谢谢大家。现在最后要看的是圣诞树，这在台湾文学馆。哇，圣诞树好大又漂亮，这里还不错看。哦，这里有一个街头艺人。哇，好大的圣诞树哦，超漂亮的，耶、yeah! ！对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圣诞树，哇！哇，这好像是扯铃的表演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他们要打感情，就是去那边打感情，然后最当他的主持人。到我这边，到我腰，这里真的蛮热闹的，耶、yeah ！哇，上面有月亮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